你知道吗？在 MyQuest 1.19 版本里面，你可以给月灵东西来帮我们找东西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给他绿宝石会怎样呢？除了在附近找绿宝石之外，如果你刚好在村庄，会发生下面这种情况哦。我们先用生怪蛋召唤月灵出来，然后给他绿宝石，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吧。跑去抢劫村民，给你绿宝石！抢劫村民，给你绿宝石！不过呢，绿宝石的数量还是会慢慢的增加，而且呢，每个村民只能抢劫一次哦。这个设定可不可以改一下？官方改一下，无限绿宝石吧。